啊，不需要去再去记其他的。那么这个完了之后呢，真正的我们要进入中药的功效学习就开始了。啊，接下来才是我们要去考试的考点，就碰在这儿了。但是前面这些东西有用没有呢？有，他把一本中药书整个给你提起来了。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一个药一个药去背的话呢，那会很累很累的。啊，记住我大家说的，我在第一节给大家说的四个原则，是吧？整体啊比局部要好记，纵向比横向要好记，是吧？分散比集中起来要好记，啊。然后呢，大家一定从这个角度来看啊。接下来我们就学前四章，前五章，四五六七八四。我再给大家复习一下，开窍，五，驱虫，六，消食，七，化湿，八，温里，啊，那么这样的话呢，相当于四五六七八多少个？30个药，啊，30个我们花多长时间能记住呢？应该10分钟内能搞定，大家可以掐一下时间。啊，10分钟让大家搞定。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开窍药，我们红宝书的122页。啊，红宝书的122页。啊，我们先来看一下，什么叫开窍药？这地方不用看啊，你看不清也好，你看清也好，这也不用看，这些不是考试的内容啊。但是书上会这么写，什么叫开窍药呢？就是辛香走窜、开窍醒神为主要功效的，啊。主要用于什么热陷心包啊、痰浊闭阻，哎，这儿有两个词要记住了，啊，热、痰，啊，前面呢开窍醒神，这都是我们待会儿用到的词啊，说待会儿用到的词，然后呢神昏盏语、中风啊等等这些病，配伍方法呢要分清寒、热，是吧？寒的当温开，热的当凉开，这就是我们前面药物的寒热温凉属性这儿有了，啊。比如说，凉开的配清热药，温开的配温里药，有惊厥的还得配息风止惊药，啊，然后呢，还要至于使用注意呢，本类药物只用于痹症，手脚撒开的那种脱症不可以使用，啊，一般这类药物呢不入煎剂，一般用于什么呢？丸散剂使用，啊，就是说我们去了解啊，这里头呢偶尔会考一分，什么叫考一分？就是所有的一本书里就在前边这些。大的黑的这些小字里头呢，会有一分出来，我们可以暂时不用关注它，啊，我们只是了解一下就行了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看第一功效，我把它画一张图给大家去留在这儿。其实所有的考点全在这张图里了。你看啊，首先这张呢是四个药，我们把药名熟悉一下。第一麝香，第二苏合香，两个香。第三呢冰片，第四呢是菖蒲。啊，那么我们把四个药就放在这儿了。那么紧接着我们看啊，它这张叫什么呢？这张药，开窍药，所以它的第一功效一定出来了，开窍醒神，也就是四个药的所有的，这就是说的整体记忆、纵向记忆，唰啦纵着一看，全是心窍醒神，还用不记不记？还用不用记了？第一功效不用再记了，因为它是开窍药，所以说记住药名，即把第一功效搞定。所以说第一部分也记第一功效的目的就是什么呢？千万千万不要记功效，就记药名足够。因为药名就是第一功效，第一功效告诉你了，就是张名。这你就明白我为什么刚才我在第四层的时候我停了一下，我说大家一定把数字跟张名挂上，为什么呢？我那个时候已经在第四层把第一功效告诉你了，接下来你只要把药名挺出来就搞定了，就搞定了。啊，当然第一功效在我们的考试里内容很少，接下来考第二功效。好了，很简单，冰能干嘛？生活中冰能干嘛？清热，对不对？哎，冰一定是清热的，所以说它的功效就是什么呢？开窍醒神，清热，啊，接着你看啊，这有一个香，我们都知道香水儿，为什么喷香水儿？就我在外地工作啊，我在外地工作，我的工作那个我租那个房子旁边，前两天刚去一外国人，啊，不知道哪国家的，我也不知道哪国家的啊，但是自从他去了那楼道里啊，每天是一股浓浓的香味儿，为什么呢？他往往是为了遮盖身体的，啊，汗味儿啊或者什么味儿，
是吧？所以说香，你看我为什么古代很多人会带香料呢？尤其女人带香料，它是避秽，就是身上那些啊相对不太好闻的味道，啊不太好闻的味道。这个我记得在讲课，在哈尔滨讲课的时候呢，哈尔滨，有一年租的教室啊，门口是一个垃圾场。尤其是我们每年七八月份讲课的时候呢，我只要讲到这的时候，我就建议同学们偶尔把窗户打开，啊，一股浓烈的臭味就进来了。我这个时候你们需要什么？哎呀，喷香水，苏合香，避秽，啊，秽，淫秽的秽，是吧？这其实记住了吧？然后好了，接下来麝香，麝香就很简单了，啊，麝香我们看到很多宫廷剧，什么《甄嬛传》。是吧？后来我这人不看电视啊，我都不知道这宫廷剧都演什么了。《芈月传》《甄嬛传》，是吧？各种宫廷剧里一定会出现这个桥段的，啊，某一个娘娘流产了，然后呢，哎，宫里就开始彻查什么原因造成的，啊，太医说我很无辜啊，是吧？我给娘娘用的是保胎药啊，我很无辜啊，最后就是某贵人。啊，还是某什么什么，我都不知道那个名词叫什么啊。送来一个扇子，啊，或者送来一个帘子，啊，那里头有奇香异草，麝香，哎，它的主要作用催胎，那么就出来了。十常补在这儿呢，就一定记住啊。你看啊，这又有一个这个概念性东西也记住啊。一般来说啊，长在水里的东西，一定要化石。你看我们的竹叶，是吧？然后泽兰、沼泽地里的兰花、菖蒲、什么蒲黄，是吧？往往都有利尿的作用。那么它这儿呢，它就是一个化湿、化痰，啊，就是开窍嘛，化湿化痰的作用。这就是它的第二功效就在这儿。它考点基本上就考这些。考完功效以后呢，那么还有一个特点，那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？还有主治。主治呢，都用于痹症嘛。你看痹症有凉痹、有热痹，当然有痰痹。好了，啊，因为这个冰嘛，肯定是凉的，所以它一定用于什么痹呢？热痹。苏合香那就用于什么呢？我们有一张温开的大方子叫苏合香丸，啊，就用于温开的，啊，就是凉痹，就是手脚是冰凉的，啊。然后呢，有一个是寒热都用，麝香，寒热都用，啊，菖蒲呢是痰痹，寒痹、热痹、痰痹。寒热痹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主治，功效主治，记住了没有？记住了以后呢，再往下引申一点，麝香呢是一共四个功效的，为什么它能催胎？是因为它能活血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再来看啊，再换成我们所，这是我们所喜闻乐见的形式，但并不一定好记。你看，麝香啊，我把第一功效已经去掉了啊，开窍醒神没有了。你看有什么呢？催胎。因为它是什么呢？因为能活血，里头活血，外头能干嘛呢？消肿。外头也是消肿啊，肿不是也是血液淤了吗？是吧？你看冰片除了开窍醒神之外，能干嘛？清热，是吧？清热止痛。苏合香丸除了开窍醒神以外，能干嘛呢？避秽，是吧？哎，那么十常补呢？除了开窍以外，你看，第一化痰，第二化湿。我说清楚了吧？痰湿。关于醒神抑制，不是开窍醒神吗？关于抑制这个呢，不要去考虑它了，先不用考虑它，啊，是否聪明这个倒无所谓了，啊，这是它的功效。主治你看用于痹症，用于什么痹症呢？记住啊，这儿其实很简单，麝香一定记住有淤血。当你发现这考试题得考两个关键词，第一能开窍，第二能活血，那你选谁？一定是麝香的，啊，在主治里一定的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特点，寒热痹都用的。还是麝香，啊，还是麝香。第二呢，用于热痹的，只用于热痹，冰片，啊，那用于寒痹呢？苏合香，啊，涉及到痰，啊，涉及到湿这俩词的，菖蒲就可以了，啊，所以说我大家最后再给大家总结了一个这个，你看，痹加瘀选麝香。记住啊，痹加瘀选麝香，清楚了吧？然后呢，痹加湿或者痹加痰选菖蒲。啊，这是一个做题的技巧啊，做题的技巧。我们来看一下2017年考试，
啊，我们来看一下2017年考试。2017年考试的时候呢，有这么一道题，啊，具有化石何位？出来一个狮子。先不要讲，还没有说开窍呢。然后呢，第二句凝神益智功效的是，对，你看牛黄、麝香、冰片、苏合香是菖蒲，你看它全部是开窍药，牛黄也有开窍的作用。然后呢，出现了一个狮子，是吧？我不是刚才说了吗？必选是菖蒲，对不对？哎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啊。这是我们所说的这个。那么我们同样，我们可以把书翻到122页，啊，我们把书红宝书的122页，我们同样来看一下，快速的做一下122页。第一题，治疗 B 湿两个字都出来了，请问选谁？啊，不用考虑，就是菖蒲吧。第二个题，瘀，然后呢，选谁？啊，虽然它没有写到 B 的啊，但是里头都是，你像冰片、麝香。是菖蒲、酸枣仁、姜蝉、淤血，用谁？没错。第三题，具有开窍醒神，这是开窍的吧？湿，化湿何位？又是这个，对吧？最后必要治疗痹症、神昏、淤血，选谁？痹、淤血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他考试就考这个，这就是你看，你可以把前面的总结了，然后呢，我们这叫高频考点。我最后总结这几个字啊，这就叫高频考点。所以前面我记不住，好了，那你看这个就行了，啊，可以读60%左右，六十够不够？就可以了。你看我们再翻一下后边历年的考题，几乎都是这样的。我们看123页，热痹、寒痹都可以选用的。寒热都用的，谁？麝香，是吧？哎，治疗湿，然后呢导致昏迷。湿昏迷谁？又出来了，湿昏迷不就是痹吗？是不是这个？你看，永远在这两个题里选，有瘀有痹，选谁？选麝香。有湿有痹，选菖蒲。四，搞定没有？搞定了吧？哎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啊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啊。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章啊，我们来看第二章。对，还有一个点没跟大家说完啊，还没有。我们这章里呢，除了刚才所说的功效主治以外呢，还有一个考试考什么呢？它考它最后的用量啊。当然，这个是它是以总论的形式在这考出来的。你看，麝香呢是0.03到0.1。冰片的0.15到0.3，然后呢，苏合香的0.3到1。记住啊，他们三个呢，千万不要看前边，就直接看后边就行了。你看0.1、0.3、1，是不是更好记？是吧？如果两个数字一看就乱了。我们就看终点，啊，终点是0.1的麝香，终点0.3的苏合香，终点是一的，不，终点是0.3的冰片啊，终点是一的。功效，好，就看重点。所以说我把这个标红了，我把这个标红了，啊，我把这个标红了，这样会更好记一点，是不是？如果两个字都记，麻烦了。这就是我一直强调的。还记得我说的，忌讳中药学一定会用什么法吗？减法，不要上去就用加法，啊，不要上去就用加法。加法不太好记，啊，好了，啊，一般都你看，入丸散，入丸散，入丸散，清楚了吧？所以你看，苏合香丸，对不对？安宫牛黄丸，紫雪丹，至宝丹，啊，没有说安宫牛黄汤，没有见过这个，啊，苏合香汤，哎呦，一般这些药都是入丸散的，啊，用的分量特别特别小。啊，特别特别小。好了，第二章，驱虫药五。啊，红宝书的80页。红宝书的80页，驱虫药里呢，我们发现啊，如果考助理的同学呢，你直接略过后边4个就行了，因为有4个药不考。啊，因为它只考槟榔，其实职业也只考槟榔。啊，你看啊，
是君子、苦练皮、槟榔、雷丸。啊，似乎少了一个是吧？少了谁呢？我们来看看这个，还记得这个吗？还记得这个图吗？好了，你看啊，润肺止咳，润肠通便里有一个肺子，是吧？所以它既驱虫又润肺止咳，润肠通便，对不对？其他我先不说了，其他我先不说了，啊，那这样的话呢，凑上肺子是不是就够了？啊，然后呢，我们来看这张图，把它简单一点啊。杀虫消积这个基本不考，为什么呢？第一功效有什么可考的？你把名字都记住了，它会考第一功效吧？考就是送分的，就像看山楂干嘛的，老百姓都知道，消食啊，对吧？像这种啊，雷丸不管了，苦练皮杀虫这个不管，但我把一个字标红了。这个也不用太去记它，因为它自带答案。这是什么字？那我就问，癣是哪科病？是皮科病吧？疗癣，一定考就考这个。第一考点呢，往往是考槟榔；第二考点考苦练皮；第三考点考这个雷丸到底入什么？你看，别，这儿又是一个自带答案的，这是什么字？入什么？这不就行了吗？是吧？前面不带玩吧？是不是？这个叫雷丸，然后呢，入丸，啊，雷丸做药丸，这是自带答案，脾疗癣。那么最后我把最后的考点重点考点出来了，你看啊，它里头呢，这张是五个药吧，我只记五个字啊，看水、气、虫、积、虐。在这张只需要记五个字就行了啊，水气虫积虐，啊，但是在考试呢，它有一个干扰它的项放在这儿，谁呢？莱菔子，莱菔子在消食药里呢，消食化积，它有这个，啊，然后呢还能破气，啊，因为莱菔子破气，啊，这个我们家啊，应该说我儿子跟我外甥记得最清楚了。因为他们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呢，啊，家里人每天下课之后呢，就给他煮萝卜水，俩孩子喝的，俩孩子是啊，鼻子眼睛里全是萝卜。后来就问为什么要喝这个呢？说一冬天可以让你既不用担心吃多了啊，既消食啊，又防止你咳嗽啊。但是他们说了太难喝了，是吧？所以说槟榔呢是五个，这个莱菔子呢是两个。他考的时候呢，只要。其实记住个词啊，只要出现三个第三个词的时候，这第三个词往往是水，它不会给你出现虐的，因为一出现虐，已经明摆的告诉是槟榔了。一般来说是问既能消积又能利水又能行气的是谁，包括这个虫子都不会出来，因为虫和虐一出来，确定是槟榔了。他把这两个，他用这三个，这样的话呢，难度就高了，因为你有可能就绕到有一半同学都哗就跑莱菔子去了，啊，所以说这是他的。啊，这是它的这个。那接下来呢，记住啊，苦练皮和川练子呢，都有一个本品有小毒，不可大量或者久服。我们在总论部分前边讲过一个啊，你看在前边，不是前边，后边，你看还记得这儿吗？杏仁也是小毒，不可什么大量服用是吧？杏仁、川练子、苦练皮，啊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再回到这儿，这就是它的所有考点。是君子不用管，它是驱蛔的药，啊，这第一功效不用管。然后呢，雷丸记住丸，苦练皮记住皮，啊，不能多吃。然后呢，槟榔记住水气冲击虐。我的意思说清楚了没有？肺子既能润肠通便，润肺止咳，就走了。啊，那这一张拿下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2017年呢，估计也考到这个了。啊，2017年也考到了，就说简单的是不是不考呢？不是这样的，简单的也考，啊，简单的也考，啊，啊，2017年没有考到这个啊。那我们把书翻到这个80页，啊，80页我们来看一下这个82页。就润肺止咳功效的是，驱虫又能润肺止咳的，
看这儿，往这儿，就在这儿了。润肺止咳，是吧？哎，具有润肺止咳的。第二个，既能治疗食积，又能治疗气滞，又能治疗水肿的是。对了，我已经说了三个了。你看，82页的食积、气滞、水肿，是吧？槟榔，你看最后他那个答案里一定跟着一个莱菔子的，备选答案里一定有莱菔子，所以我跟你说的很清楚了，这个你稍微不注意，莱菔子就选上了，啊。然后呢，具有杀虫、消积、利水、行气利水。对呀、啊，是吧？就是杀虫，他把杀虫都出来了，消积、行气、利水四个，是吧？所以你看，一定考这个。然后呢，丸散入丸散的是谁？李丸是吧？好了，我们再看83页，也是这样的啊。具有杀虫疗癣的，杀虫苦楝皮，具有行气消积、气急。对，你看这个里头呢，它就没有了莱菔子了，因为行气消积加上莱菔子，这个题就没法选了，是不是？是吧？使君子苦楝皮、槟榔、冠中、雷丸，它绝对不能放莱菔子了吧？啊，这个时候呢，它难度就低了啊。然后呢，第三，患者，第四题啊，患者食积气滞，脘腹胀满，大便秘结。其实他告诉你了啊，有食积，有气。胀满，大便秘结。你看作用里没有莱菔子，使君子苦楝皮、雷丸、槟榔、冠中。我就说了，这个要只需要记槟榔就足够了，他考就考槟榔，啊，考就考槟榔。使用苦楝皮的应该注意什么呢？不应该大量，啊，持续和过量服用，是吧？哎，既能杀虫又能润肺止咳的是。是吧？这就是说我们所有的题都从这儿绕出来了啊。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啊，我们来总结一下82页啊。记的要点：槟榔，记住水、气、虫及疟，这是最多最多的考点。你看，我往往把最多的考点放在第一位。第二个，容易混淆的啊，莱菔子，因为莱菔子有气有疾，是吧？但你看到这种题的时候呢，先看有没有莱菔子，如果没莱菔子一定是槟榔了，有莱菔子就看看到底是三个还是两个，两个这题不能选啊，一定是三个啊，所以说它还是槟榔，是吧？苦楝皮，记住皮是干嘛的，哎，雷丸，记住丸是入丸散的，还要记住驱虫药要空腹服用，这是总论里的内容啊，这是总论里的内容，空腹服用，清楚了没有？哎，我们书的82页啊，这张能不能记住？请问这九个药有没有问题？四个的开窍，五个的驱虫，有没有问题？没问题吧？好了，接下来我们看第下一张，六，消食。啊，六消食。消食药呢，一共是六个啊。我们先熟悉药名啊，先熟悉药名，熟悉了药名呢，我们就第一功效就出来了啊。先看啊，凡是以消食导致促进消化为主要功效啊，主治饮食机制的药物叫消食药啊。这句话就是废话啊，就是消食为主要作用的药物叫消食药啊。所以说你别看啊，刚才又说啊，说这个看不清，这个不需要你看清，功效呢就是消食导致适应症的饮食机制，是吧？哎，然后呢，如果啊配什么药物，这个不是考点，我们就不管它了。我们先来熟悉一下药物。啊，熟悉药物，你看，它的药物呢一共有六个。我们第一，山楂、神曲，是吧？麦芽，请问这叫什么？叫三仙。在这记的时候呢，大家有一个技巧啊。刚才你看四和五，我没有让你去做任何技巧，因为第一呢，四个药你首先能记住，啊，这是第一。它重点考俩吧，一个考瘀和痹，是一个考湿和痹，是吧？所以记了俩。然后呢，第二章五个药。然后呢，它重点就考三个药嘛，第一考槟榔，重点考的90%是考槟榔的，是吧？然后皮自带答案，丸自带答案，是吧？然后那个籽儿润肠通便、润肺止咳也啊，也就是也考这四个。那么考这四个呢，其实都比较简单。我们的记忆的最大量是七，
我们在四章我就不但是，但是到这个章就不好说了，这章是六个要。六个要呢，一般来说五个要都会考到，啊，五个要都会考到，所以说我就要求大家记忆有一个技巧了，这个可不要说，哎呀，四个我也记，五个也记，六个记，能记到七就傻了，啊，真的你就傻了，换一个技巧，记住啊，教三仙，来父子，鸡内经。看到了吧？三个字，三个字记，焦三仙，来父子，鸡内金就行了。这样的话呢，你看我迅速的把六化成了三。这个道牙很少考，啊，道牙很少考到，所以说你先不用去关注它。啊，那这样的话呢，我们来再看啊，我们来看，那它这六个药下来，肯定都有这个作用，叫什么？消食化积，这不用考虑吧？所以说要求把名字记住，焦三仙，来父子，鸡内金。啊，三个字三个字记，然后呢都有这个作用，然后呢我们就找自带答案的了啊。请问山楂什么颜色的？山楂有的地方叫山里红，是吧？哎，叫山里红，红色和我们体内哪个液体特别像？血液，所以说它有活血，它有活血的作用。神曲呢叫酒糟，是吧？啊，你看这酒糟它是经过发酵的，是不是热的？热气腾腾的，有兴奋的作用吧，所以说能治疗外感，啊，麦芽这是我们要重点考虑的。麦芽第一个呢是容易回乳，你可千万不要给人家哺乳期的妇女开麦芽，为什么呢？断人家孩子口粮，啊，这是不道德，啊，断人家孩子口粮，啊，现在中国的奶粉又不安全，你人家没有口粮还得去国外买奶粉，啊，增加经济负担。啊，疏肝，疏肝这个呢，大家我在这儿给大家提一个词啊，就是我们在方剂学上有可能会考到一张方子，这个方子叫什么？叫镇肝息风汤。啊，镇肝息风汤除了一堆石头药，啊，或重症的药，什么，就是三个疏肝的药，川链子，啊，然后呢，麦芽、茵陈，所以说这个是吧？疏肝回乳，莱菔子，刚才我在讲这个槟榔的时候讲过，是吧？哎，我也讲了，我儿子小时候喝这个萝卜汤，莱菔子就是萝卜籽嘛，是吧？能平喘，能消食。啊，鸡内金，鸡内金这个呢，你看啊，我们在大街上会看到啊，某些医院的这种广告，啊，这个医院呢专攻下三路，你看，泌尿科、男科，请问见过这广告没有？几乎大街小巷都会见到啊，泌尿科、男科。是吧？租一栋小楼，啊，某某某医院，我就不说名字了啊，啊，泌尿科、男科，你看，鸡内金呢就特别像呢这个，你看，第一可以治疗什么呢？色精止遗，是不是男科病？是吧？遗精是男科病吧？然后呢，结石，哪科的？泌尿科的吧？哎，泌尿科、男科，所以说从这个图上呢，我们简单先把它了解了一下啊。就是说，因为这个图呢，就可以把很多有的同学可能社会经验比较常识丰富一点，就可能把很多拿下了。然后呢，啊，我们再针对那些啊特别喜欢啊走寻常路的这些同学，你看这就是寻常路，啊，一大堆字就出来了，一大堆字就出来了。山楂消食化积，不用我记吧？重点字什么字出来了？鱼。啊，化瘀，啊，神曲呢没有什么，神曲的主治里没有功效里没有什么主治的啊，然后呢治疗外感，兼表症，这一定要记住啊，酒糟，啊，麦芽一定记住回乳，疏肝，啊，你就记住啊，哺乳期的妇女啊心情不太好，是吧？啊，但你不能乱用麦芽，啊，不能乱用麦芽，骨牙，嗯。骨牙道牙基本上不怎么考啊，莱菔子你看，胀满、降气、化痰，是吧？呼吸道、消化道都在用，啊，肺胃都用。鸡内金除了先消什么色精止遗，啊，这还有一个治疗沙石淋症啊，下边还有一个治疗结石，啊，这我刚才提到的。当然，刚才那个图呢，跟这个我刚才说的是一个意思，但是还有几个考点没考到，比如说食消肉食。是吧？山楂，你看消什么呢？油腻的肉食机制。啊，山楂消油腻的肉食，是吧？血肉之躯嘛。
清楚了没有？这儿有血，有肉，啊，血肉之躯。那么麦芽呢，容易像什么米面，是吧？哎，神曲呢像酒食，其实是，啊，然后呢，莱菔子呢可以治疗什么呢？咳喘，啊，其他没有了。金田金就是一个泌尿科男科，泌尿科呢记住结石，男科记住涩精之一，清楚没有？啊，清楚了吧？好了，我们简单来看一下，2017年考试题了，2017年考了啊，这是我在2017年讲课的时候我一直强调的这个，不能断人家孩子口粮。2017年考试就考这个了，请问，功能回乳滞胀的是谁？消除胀满就是消食，是吧？然后呢还能回乳 ，A 三胀 ，B 神曲 ，C 麦芽 ，D 莱菔子 ，E 金田金。麦芽是吧？哎，他就考这个，啊，所以说我2017年的时候也是这么给大家强调的，强调了啊。这个题我相信大家都不会做错，啊，我相信大家都不会做错。好了，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常识了。就这个常识了啊，这个书上说实话啊，有些题呢，很多同学觉得特别难，然后呢，我拿到原题呢，我就让随便找一些没有学过语的人看看，他们就会哇，这题这么简单，我都会啊。比如说这个题啊，这题书上很难找啊，但是呢，我觉得回去问现在当然了啊，回去问老人啊，就像我奶奶那个年代的人，他肯定知道。他这题怎么出的呢？研末比煎剂效果要好的药物是什么 ？A. 钩藤 ，B. 木香 ，C. 槟榔 ，D. 乌珠鱼 ，E. 金针菌。啊，很多学中医的不一定知道，但这回去，是吧？哎，我记得我那会儿啊，就是说像我呀、啊，跟我妹妹要是说这个吃多了，我奶奶就会去邻居或者自己家的墙上就挂着呢。啊，我们叫鸡的那个内皮是吧？就晒干了。拿到炉子上，拿个铁板，炉子上烘干，焙干了，拿擀面杖一擀，喝下去了，是吧？啊，像这些东西呢，其实有的时候呢，你看这题难吗？这题难吗？书上有吗？不一定有，所以说考的就是常识，啊，考的就是常识，啊，所以说这些药物，像这些呢这样的题呢，啊，所以说这几年近几年这些题是增加了，这样的常识的题就增加了。啊，我那天我还发现一个全科上一个题啊，就是发生了大规模的这个什么，就是公共卫生的事件，啊，传染啊这种事件，请问在多长时间内上报？2个小时、6小时、12小时、24小时，很多人问我孙老师该怎么选啊？我说你觉得这个情况是越快越好，还是越慢越好呢？当然越快。对啊，因为这些很多都是常识，很多人还去书上抠，哎呀，这个他不考虑一个问题，啊。还有去年，我记得几个学生在研究这个考试题，研究什么考试题呢？说这个人呢，说原来呢是这个手脚心热，啊，突然间出现了手足思逆，啊，神志昏迷，然后呢问孙老师，这个是问阴虚还是阳虚啊？啊，我就问他啊，他问我说这个时候呢，你们几个准医生在考虑阴虚阳虚，但是旁边跳广场舞的大妈已经开始叫120了。因为选项答案里有一个脱症，他们把脱症先排除掉，先看这是阴虚还是阳虚。他说：“孙老师，你看前边啊，手足心热阴虚，后边手脚冰凉阳虚，你说到底阴虚还是阳虚？但是有个答案里叫阴结阳脱，他不看这个，他说这个不对，这个先排除掉。”啊，我就说了，我跳广场舞的大妈都知道该叫120了，为什么？人快死了。啊，我说你们几个准医生在考虑阴虚阳虚。啊，这就是说没有常识可不行啊，所以说我们知识归知识，常识一定要搞清楚，清楚了吧？啊，就是我们后就从2016年开始，这些考试题呢，常识性的东西越来越增加，啊，就是我们的急诊常识，啊，我们的生活常识，因为这些中医是和常识息息相关的。那么其实我讲课的时候呢，我也不会把这个文字的东西去做得很清楚。你看，山楂红的是常识吧？有血有肉，是吧？哎，神曲酒。疼有热的作用，所以说外感是吧？哎，麦芽这个是要知识要记得，疏肝回乳啊，莱菔子除胀化痰，除胀不就消食吗？
账本才有实际账本嘛。金内金记住，南柯四经之一，是吧？一经嘛，然后呢加上解释啊，泌尿科。好了啊，这就是我给大家所总结的这个。接下来我们进入七，发香化湿药。啊，为什么我加了几个药呢？为什么我加？因为我们上学五版教材的时候呢，它就叫发香化湿药。结果后来七版教材、九版教材、现在十版教材什么的，它把前面俩字去掉了。但我特别喜欢前面两个字，为什么呢？这个它直接告诉你这类药物应该怎么样，在煎药的时候应该怎么样，后下。因为芳香类的，它就要的是这个香气儿，是吧？对不对？啊，你要是放的早了，没这味儿了。咱们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啊，香菜。我就问你，是提前开锅就放进去呢，还是最后出锅时候放的？是吧？为什么？它那个芳香的味儿一定要是。所以说我还是建议，我喜欢用芳香化湿药。啊，当然了，它去掉这个的有它的目的啊，就是说有些药物它不是芳香的。但是我用它的目的在于什么呢？我告诉，在选的时候呢，只要是这类药里的，一般会选择后下，这是一个考试题啊，是吧？啊，所以说你看，凡气味是芳香，你看它这里还有藿香、佩兰，对不对？哎，砂仁、草果都是这样的。凡气味芳香、性味偏燥、以化湿运脾为主要作用的药物叫做化湿药，啊，它用于湿症。啊，然后呢，性味特点，气味芳香，入脾和胃，啊，其他我们不用再管它了。看药物，这章呢一共是七个药物啊，这章呢一共是七个药物啊，因为七呢已经到了记忆的极限，记忆的极限就是七，啊，我不去触这个眉头去。那么怎么来记住它的分组？啊，记住它的分组，啊，怎么样来分组呢？两个两个一组，啊，你看藿香佩兰作为一组。然后呢，苍术厚朴作为一组，砂仁、豆蔻、草果作为一组，啊，这样的话呢，分了三组，就凡是我们这个到了七的时候，就一定要分开啊，不然的话，一个一个记就记晕了。你看啊，我前面我大家就一直在这么设定啊，第一，开窍药，四个，啊，这个完全在我们的记忆的这个能力之内，不用管了。五，驱虫药，虽说五个药，但是呢，它就记五个字啊，水气冲积虐。不用考虑吧，好了，六，我先删掉了谷芽，是吧？哎，又把它回到了五，而且用焦三仙、莱菔子、金内金来记的，啊，我都不碰七，但这已经到七了，分组，啊，分组。你看啊，我们先看第一组啊，第一组藿香佩兰，它，我们不用去记得那么生涩，我们重点看它的考点啊。那你记住啊，藿香呢一定考它的这个字，藿香往往不考这个什么呢？解暑，因为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暑天必备的一个药物叫藿香正气水，是吧？哎，出题人也会考虑你的常识，他不往你的知识点上碰，就是你那已经挖好坑了，让出题人跳，他一般不跳啊。然后呢，第二个考止呕，又化湿又止呕的，那么谁考解暑呢？佩兰一定是考解暑的啊，佩兰一定是考解暑的，就是藿香考化湿，佩兰考解暑。啊，藿香考化湿，佩兰考解暑。藿香呢又考止呕，所以说你看他们俩都考湿，都是湿主中焦，湿主中焦，是吧？暑温或者湿温，暑温或者湿温，这都是一样的，啊，都是一样的。然后呢，呕吐。那么这个题会怎么考呢？我们书上的呕止呕的方药特别多。你看啊，我们有生姜会止呕，是吧？半夏会止呕，竹茹会止呕，是吧？哎，藿香会止呕，正好四个，然后加一个佩兰，他会问你谁不止呕？谁？佩兰，啊，佩兰不止呕啊，这是第一个啊。然后呢，接下来他会问你谁化湿？他往往不考这个解暑，他问藿香的化湿，啊。然后呢，再记住一个啊，佩兰吧，你看这个兰。兰花肯定是香的，是吧？它会治疗什么呢？对，口臭啊，口臭。所以这是我们去记到的啊，这第一组。第二组呢，苍术厚朴。苍术厚朴为什么把它放在一组？它们的功效各不相同，为什么把它放在一组呢？我们在学化湿剂的方剂学的祛湿剂的第一张方子就叫平胃散。平胃散的两个主要
苍竹厚朴。啊，平常两个主要苍竹厚朴。接下来他们该怎么记呢？苍竹你就记住啊，苍竹呢就是一个又解表又能祛湿的。你看，健脾燥湿，这个我不管它了。然后祛风散寒，是不是解表？是吧？哎，就是它就是个解表药，它就是个解表药，啊，然后呢，可以治疗夜麻。所以说，你看治疗明目，只要涉及到眼睛，涉及到表症的，是吧？哎，眼睛在表面，眼睛在表面，记住啊，苍竹眼睛在表面，啊，你看风寒夹湿，这个就跟刚才我们所说的藿香。藿香是什么呢？暑天夹湿，这叫冬天夹湿，是吧？然后呢，夜盲症，啊，其他就简单了啊。厚朴这个药呢，其实挺难记的，啊，那么我换一种思路来记，怎么记呢？我们记几张方子，啊，我想学没学过中医，你肯定知道有一张方子叫大承气汤嘛，是吧？哎，大承气汤干嘛的？除螨呀，是吧？哎，脾胃散燥湿啊，半夏厚朴汤消痰呀，对不对？梅核气嘛。那么他考试这个得有考试考什么呢？他往往不考这些东西，他就奔着这个就来了。他就问你梅核气谁治？梅核气谁治？往往是考梅核气的。只要提到梅核气，就想半夏厚朴汤，啊，想半夏厚朴汤，他不考半夏，他一定考的是厚朴。啊，他一定考的是厚朴。说那会不会考大承气呢？不会，为什么呢？带黄留着嘛。大承气里考厚朴，这考的少，啊，有带黄在那放着，是吧？苏子降气也不会考它，是吧？苏子降气往往也不会考它，啊，一般来说梅核气啊是为它御用的考点，就是厚朴的御用考点，啊，下气梅核气，啊，梅核气。燥湿消痰，下气除螨，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把它记住了啊。最后一组，我们来看砂仁、豆蔻、草果，啊，砂仁、豆蔻、草果呢，其实我们只需要记这个就行了啊。本身它都是化湿的，啊，都是化湿的。然后呢，第二功效都可以温中，啊，第二功效都可以温中，不管了。然后呢，第三功效不一样了，一个止呕，一个止泻。谁止呕呢？豆蔻止呕，砂仁止泻，然后呢，草果解疟，啊，草果解疟，啊，除此之外呢，砂仁还有一个安胎的作用，这最后去记它，把它放到最后来记，啊，那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啊，这三个药呢都能燥湿，都能温中，然后呢，一上一下一解疟，疟是半表半里在中间，啊，豆蔻黏滑。啊，豆蔻黏滑，豆蔻止呕，砂仁止泻，啊，砂仁止泻，啊，砂仁止泻，最后呢，草果解疟，啊，2017年考试题这张也出来了，啊，他问你啊，治疗湿滞中焦和外感风寒表症，选用的药物是什么？我先不念答案，请告诉我。苍竹是吧？外感湿，这不就出来了吗？啊，我把答案读一下啊 ：A. 紫苏 ，B. 生姜 ，C. 厚朴 ，D. 藿香 ，E. 防己。没有苍竹，请问选谁？再说一遍 ：A. 紫苏 ，B. 生姜 ，C. 厚朴。D 藿香 ，E 防己。那么这儿我大家说到考试题了啊，我们这儿有迅速把三个答案拿走，为什么呢？湿滞中焦，那紫苏似乎没有他什么事了，是吧？生姜也没他什么事了，防己说也没什么事了。第二个治疗外感风寒，那我就是问厚朴和藿香谁治疗？藿香，没错，啊，没错。所以我跟你说的很清楚嘛，配藿香不考解暑，佩兰考解暑，我刚才是不是这么说的？是的。
我是这么说的吧？哎，那么还有一个题啊，草果具有的功效是什么 ？A. 行气宽胸 ，B. 下气除满 ，C. 除痰解疟 ，D. 宣肺平喘 ，E. 活血止痛。请问什么？草果。我再读一遍，啊，行气宽中谁的？后破的，是吧？下气除满，也是后破的。除痰解疟，啊，宣肺平喘，活血止痛，这都不在这儿了，是草果的吧？对不对？哎，2017年这一章七个药考了两分，啊，2017年七个药考了两分，你们说小张不考吗？啊，小张考不考？考，啊，所以说这个一定要去记住这些，啊，一定要去记住这些。好了，最后我给大家把考点总结一下，啊，把考点总结一下。藿香呢，只考呕吐和湿，我刚才给你提到了吧？湿是它最主要的，它不考暑。你看今年的考题也这么，去年考题也这么出来了，呕吐。第二呢，佩兰其实考暑的，啊，然后呢，苍术记住考解表，然后呢，记住明目。啊，解表明目，后破考梅核气。啊，它的御用考点是梅核气，杀人豆蔻呢都考温中，分清谁呕谁泻，谁安胎。啊。杀人会是人吗？是。它这个不是润肠通便的。不是，我说籽儿会润肠通便。啊。谁安胎？这个要清楚。啊，这个一定要清楚。然后呢，别忘了草果的解疟，因为草果呢，助理不要求，我这儿没有去强调进去。啊，我这没有强调进去。啊，因为，讲课呢，我们需要掌握一个平衡，讲的少了吧，有同学说了不过瘾，生怕考不过；讲的多了吧，程度差的同学说了记不住，是吧？哎，所以说很多时候呢，众口难调就体现在这儿了，啊。反正我掌握一个原则啊，我的目标就是把59分的送到60分以上，啊，关于65的往80走，那是你自己努力的事情。我说清楚了吧？你们觉得我说的对不对？对，是吧？啊，我因为把65都送到80以上，结果让59的全听不懂了，这就不行了。你看这我丢了一个草果，其实，但如果草果加上1、2、3、4、5、6六个考点又记不住了，啊，所以说我控制的考点一般都在5个以内。因为这个绝大多数在这里头了，啊，藿香考呕吐和湿。